这次作业的特点呢，一个是这种多两个无人机进行高低空的立体作业，这个在作业能力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同时，大型无人机上面也搭载了比较先进的云降水探测系统，对于作业条件和时机的把握也会更加的精准。另外，我们也依托了地面高精度的监测网，同时也积极协调了我国风云四号静止卫星在巴音布鲁克山区开展加密的快扫，这样形成了天空地立体的监测，能够对作业起到更好的一个支持。我们引进了这样的大型的无人机进驻我们的基地，主要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河水来水量。另外呢，就是在牧草生长的关键期吧，能够让我们的草长得更好，能够让我们的牛羊有更多的优质的牧草能够食用。未来呢，会对我们巴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